所有活物无一静止。敌军还有三十，完了，那我们过来他们不知道了吗？嘿嘿嘿，打打打魂儿，打魂儿打。哎呀，他怎么死的？他死了，这蛤蟆被我们直接乱棍打死。我是不是得瞪你了？我发现啊，我打死他。可以，可以拉魂儿，你们可以往魂儿上面拉。第一个先拉个魂儿，第二个再拉个魂儿。对，魂儿还能抽出来魂儿，直击灵魂，灵魂。动吧，追！没咋掉血呀。哎呦我这蛤子有点猛啊，点烟蛤子。可恶的蛤子，出肉那是一定的了。我打了他100下，不如他打我2下，我都佛了。看来我们还是得等6，兄弟们。我前期送的再多，蛤子打团打起来还是弟弟。你这句话我怎么听着好像？你到底是我随便送是重点，还是蛤子垃圾是重点？话里有话呗。对不起还不行吗？走呗。动吧，拽，打不过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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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动吧，好。动吧，拽。他怎么这么猛？啊，他怎么这么猛？哎呦我靠，他猛的有点离谱啊。赶紧兵权可血战斧什么的吧，离谱，有点克我。小心点，这蛤子下的了。没事，确实我们等打团就可以了。他们也确实是打不过，一会儿那蛤子就只能是弟弟。漂亮，兄弟们，我发现我一个人单线有点吃亏呀。生命既是果实的芬芳，战斗的愉悦。
我说实话，我打了他这么多下，还不抵他 A 我两下，给我劈死他！妈了个巴子的，太过分了！你以为你无敌了？斯塔皮，醉你！我不能让你好过了。先来个铁板骸。出可血战斧吧。出个屁可血战斧，出个丁个吧丁吧。反甲，我的神不爱和平，省着蓝不够用，我们出个女神还是可以。真的，俩人一路比我们一个人一路好。那一个人一路不行啊，没什么压制力，这玩意儿呢，一人一路。你怎么的？哎呦我天哪！你打我，你能打得动我？啊、哎！个老蛤蟆，给我站那儿！那个蛤蟆打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敢打我？原来鱿鱼都没有压制力了，那单人路不行，克隆里边不行，不是克隆的行，克中，兄弟们，克中，鱿鱼们出动，拉着一个就把他蹬，一直蹬他。你还敢动？拉魂儿，拉魂儿！我怎么死的？他死没？他没死，他凭什么不死？我直接反甲，我都不出虚虚装，我直接反甲。我们反甲卸手，魔中可血，再加一件蓝盾，给我杀！哎呦，哈子！还敢踹上来，太狂了！给我拽！还敢踹上？啊，出黑切也行，来件黑切。我看谁敢上来啊！他不敢踢，没事。我追！你还挺骚。让你没法再骚。给我拽他！我这么用，你们杀我！我怎么死的？我被瞎当了，我被塔砸死。
我拆个塔，鱿鱼们。好，和谐战斧差300。小龙，3-5下当，一共才15个人头，我们3-5下当有问题吗？小龙，快点快点，来救鱿鱼，来踢足球的，这边还踢球，还踢球，哎呦，这没拽着，你好了，哎呦，我真敢来呀，蛤子没打过，不太科学呀，该来个黑切。完了，被封这儿了。啊，投降了，天哪。下把咱来个宝石啊、哦！